Thank you.
乘坐轮渡也禁携带危险品，请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，从对面通道与市井道进站，并主动负责进站安检。为了乘客安全，车辆请下车通行，注意避让行人。电瓶车乘客请关闭电门，摩托车乘客请熄火。通过浮桥码头时请慢行，码头移民关闭中请勿出门，耐心等待下一班轮渡，谢谢您的配合。上下渡轮请注意船舶与码头的高低空档，不要看手机，请照顾好随行的老人儿童，不要遗忘随身携带的药品。
在颠簸和左右摇晃，请注意安全，坐好站稳，请勿上下楼梯，谢谢您的配合。
下次再来回渡过江。乘客们，本船目前受黄浦江涌浪影响，产生上下颠簸和左右摇晃，请注意安全，坐好站稳，请勿上下楼梯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大家好，我是雾啊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欢迎您订阅、点赞、分享我的频道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虚拟之行。